是这个合同是好的，这个合同统计好才能用来这个公开信的写的程序，现在我们有的时候那是应该的，因为我们要完成文化的筹备的工作。对，立法委委员到该起草的时候，他还是不稳，没事。对，当时就采访这个，我看过了，很感谢。浙江大学博代博士，我是导师。这就是天才，一个时代的象征。金融最晚的时候就60年代，就60年代最晚的时候。